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 Boy， 我是 K 哥。这一集我们来到了芙蓉，是马来西亚西部半岛深美兰州的首府，这是 K Boy 住过16年的家乡哦。在我们心里当中，一直有着一个非常熟悉、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。在这短短的一天拍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尽量的介绍去过的一些地方、食物、旅店，还有学校的朋友们。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这芙蓉的特辑吧。准备好了吗 ？Let's go！ 好啦，今天我们到了芙蓉，这里是 Royal Chulan。噔噔噔噔，哇，这里很大很漂亮，设施都很齐全，床很宽很舒服，而且还有 bathtub 可以泡澡哎。这里也有提供保险箱，虽然说外面的泳池和花园设施看起来有点旧，可能因为 COVID 期间没有人来 maintain， 所以现在还在维修当中，没有开放。但整体上来讲，这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就是这样子了，介绍完毕。来到马来西亚，当然不可以错过这里的特色南洋咖啡啦。马来西亚俗称为 Kopi O Bing Kopi O Teh Tarik。我们还点了当地出名的客家面、猪肉圆、炸云吞、老鼠粉。那是刚帮我最喜欢吃的客家面，是用猪油而做的这种面，超好吃。那个面条非常的 Q。是刚帮我的家乡。没错，芙蓉就是 K Boy 的家乡，食物的味道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大家都吃到津津有味，非常开心。新年快乐！再来再来，不急。我们要讲的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新年用啊！一二三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现在是在妈妈店，是不是？然后跟我的一帮朋友在这边吃鸡面 corner， 然后跟我的同学在吃饭，大家烧一下镜头。哈哈哈哈哈！拍个特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钢蹦 boy。我是钢蹦哥。六月结婚了，然后这次大家回来做一次节目，都一起吃饭啊，然后也算是我和钢蹦 boy 都第一次。COVID 后回来见我们的朋友、亲戚，然后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memory， 所以真的很，然后我很开心可以认识大家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带大家去探索一个新的食物，在澎湖有很出名的。对了，我们现在先出发啦。OK， 行了 ，Let's go。拜。他一楼西方没有开着，我们来吃印度餐。他的鸡精面，好吃的。我们现在有五种面：咖喱、豆、鱼咖喱、蛋。进去坐一下。我们的罗蒂德罗上菜喽！谢。阿谢呢，在马来西亚意思就是叫做 thank you 的意思。对 ，terima kasih。terima kasih。看马来西亚的人都应该懂。我摸一次下，看好吃吗？我这个是有加葱头的鸡蛋的，就是那个煎饼你要怎样做都可以，加鸡蛋、加葱头、加香蕉都有了，这样。对，刚才那个 list 那边的全部都可以看。这还可以加那个罗蒂沙丁。啊，这个是刀了，最出名的。它给你一点点一点点，这样子要点了。然后再放一点点的辣椒，这样，尝尝一口。哦哟，好吃吗？味道很浓厚，有酸酸的。很好吃，是，有一点很久没有吃，很好吃，那口感是很好的。怎么大家都很多年没有回马来西亚？煮一这样的感觉。叫这边一杯水，这是印度拉茶，这是真正的印度拉茶，去台湾也是有卖。谢谢。那个嘞，
马来西亚的辣椒哦，辣油条，辣味可是有点偏甜的那种辣味，所以比较不一样，很好吃。有一点点酸的味道，那酸是他们的阿萨姆的味道，阿萨姆的味道。这个是冬瓜古拉曼在马来西亚独立的时候的一张纪念照片，很雄伟，很壮观。嗯，你有看过吗？那个 video， 他站在那里喊 Merdek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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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子。还有这样的歌的，我很像音乐。舒淇音乐，哈尼。大哥没有睡醒，大弟又来吃，还可以吃，还是我们去弄，我们吃米粉，吃冻蛋。你好，马斌。现在是 round two， 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。我要出来的补飞，先拍给你们看一下。看孟哥会介绍给你看。我现在想要吃那个纳西勒吗？这是纳西勒吗？这个是优格了，上次。这是 standard 的。我们转一圈了。就是那种清汤面那种，可以自己包。我们现在来吃地道的食物。哦，这边是自己煎蛋的嘞。哇 ，juice， 我要吃 guava juice。I want guava juice。guava juice。I want guava juice。Thank you. 人当鸡，这个是马来的鸡的人当，还有这个是辣椒，三巴，这是做纳西勒玛的，也就是马来西亚椰浆饭，自己拿的。来，你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就完成了。OK， 这个是鬼佬的 pasta baking， 就这样子啊。我们将开车到柔佛州一个叫新浪瑞冈的地方，半路中我们停在了马六甲古城，品尝一间有名的客家菜，店名叫做滋味。来到听到马六甲的马六甲，然后叫那个叫滋养的客家菜，客家的菜滋养生馆。这是我爸爸做的，是的，我的爸爸做的。七股，七股吗？他七家都是他的爹爹。张公公，张公子。哦。不过他一个叫嘛？那个丁家奴真的是两个。想用完美味可口的客家菜，下一集我们将带大家到 K 哥的家乡柔佛州。还没去过 Johor 的朋友们，记得关注和 subscribe 我们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还要拍翻。